用到了鲍勃克的感性时间啊，哎，端午连假就是要吃家具啊，不然要干嘛？怎么会？哎，算了，这个啊，一路走来，海香面要毕业了，你看。我毕业才是去年的事，哎，的确，我毕业就是去年的事而已。然后紧接着，哇，好快，时间过好快，一下就变你要毕业了，对啊，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好在这次毕业家具有约成，可以来看看你，然后也在这边恭喜你抽到替代役啊！你看，以后你就是这个了，以后你就是狗了，对，狗就是狗，他妈的，对，然后你看，这边秀一个。哎，看好、哦、这个徽章，哦，徽章战士，我还查一下这个徽章，这个徽章就是你看它一个循环的意思，就是杂事鸟事永远做不完的意思，干干干，对，哎，好啦，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变成年纪最大的两个人了，当初也是小黄，然后我就大一，哎，干你回来了，我在录影哎，好、哦，干被打我了，中断了。我在录，集中住宿的地方录影啊，怪我哦。啊，太突然了。好，我要继续讲。刚我刚讲到哪里？大一，你看我们大一清纯的模样。刚我讲不下去了。对，反正就是小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哦，非常多的感动。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传递什么感动下去。对，可能传递很多提议啊，没有传递什么感动。对，传承啊，干讲错了，妈的，干你先找点事情做啊。好，你先洗澡。对，然后总之呢，希望凯翔，哎，对，干你也叫凯翔哎，那个这个床位，他也叫凯翔，干他妈的。总之，凯翔，希望你以后工作可以赚大钱哦，然后捐一点钱到我们家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花钱了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凯翔，嗨。好久不见，真是好久不见。我比较少出没了，而且后来没有打戏台了，对吧？然后时间过很快、欸。你想当初我们还在 CB1 还是 AB1 的，就是在那边聊说，我刚进来啊，然后之后什么该翘，什么不该翘之类的，反正。时间一下就过了，你也要毕业了，祝你将来高薪仕途顺利，拜拜。又到了鲍哥的感性时间了，哎，这次是蓝曼奇，你是不是跟阿 C 痛在一起之后就很少来啊？连排球都不打啊？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看这戏牌，就你跟美秀还有卢雅，对，但是你跟美秀我比较。有话聊，因为你们都偏难呆，跟我的比较合，不是跟我不太合，对，就是，但是我们可以相处来，就是一种互补性嘛，对吧、啊？你看之后就越来越少见面了，然后毕业家具，哎，对，毕业家具见到你，哎、欸，开心，对啊，我们都没有机会跟你聊聊，就是你的，哎、欸，就是经验谈啊，对，一点经验谈，哎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你也要毕业了。你要跟浩凯一起毕业，啊，跟凯翔一起毕业，就是三代同堂的欢乐。你看这个人间有几多佳友，这种何等殊荣啊！哦，那我们就来听你的现身说法吧。哎、欸，好的，那听完了你的现身说法，哎、欸，那最后还是祝你毕业快乐啊！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。哎、欸，干，每个人都是找工作。对，好、啊，希望你可以环游世界，变瘦，然后变漂亮。对，我看你好像送旧也是照片，好像也是蛮有营养蛮不错的。对，好啦，其实可以多运动，这样子。好，恭喜你，毕业快乐，耶、yeah! 欸！哎，嗨，学姐，那个我是陈阳，对。我是26加那个啊，可能是我比较少出现，就比较没有跟你联络，对。然后你要毕业了，就是我还记得刚进戏牌的时候，就是还问你蛮多问题的，就是因为你人看也比较好，然后其他人都比较可怕一点，对。然后你要毕业了，恭喜你，祝你将来事事顺利，
你肚子怎么啦？啊？怎么搞的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上次好像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个什么咒语。好，我来念念，看有没有效。霹雳卡、霹雳拉拉、波波丽娜、贝贝鲁多。哎、欸，变成不踢了哎、欸。学长姐毕业快乐！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都可以念那个咒语，把不可能的事都化为可能哦。浩凯，在你毕业之前有一件事很重要。我一直记得有人迟到了好像将近一个小时，是那个鸡排啊，看来只能上研究所再跟你要了。嗯，总之你也要毕业了，看来鸡排是没希望了。可是我真的大有大量，还是祝你将来事事顺利，好仕途顺利。嗯，好，希望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工作、想要的职业，这样子。嗯，加油，拜拜。好啦，浩凯，恭喜你啊！对，然后你的也对，因为你的毕业真的很不明啊，跟我一样，所以好像大家都忘记要送你礼物了。对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对吧？这就人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有些事情没办法勉强的嘛。哎，好啦，没等啊，没有先打演讲稿啊，不知道说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啦，浩凯，嗯，记得为劳工权益多争取一点权益，对。好，再见。亲爱的凯翔，虽然北半球科势力向右，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，该还的还是要还。先恭喜你硕士学位安安，尽管丫丫跟家花没有得到，不过没关系，好像有得到别的。感谢你多年来为这个家的付出，每次吃家具都没有缺席，应该吧？希望你当兵的日子里过得爽爽，不要假假，找到一份爽歪歪跟头一样的工作，以后还能常约吃饭打屁。波浪服，波浪服，波浪服，再来就是干里凉鸡鸡，拜拜拜。看到学长不会叫学长好窝爬大尾了，你翅膀很硬了吼。毕业家具是要请几次啦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啦。祸害一千年，中正念八年，帕骂德里尔，最后是幸福陈毅阳，不对，幸福洋溢幸福肥的家花。虽然你是家族里最正家花没有之一，但是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说。自从某天开始看见你跟阿斯 A 痛在一起之后，就觉得你整个人消失在化工系了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戛纳龙卷风。希望以后不管家具还是组具，还是可以看见你继续吃肥。再见，蜡笔月快乐，波浪服。大家毕业快乐哦，拜拜。